继2019年中国围棋之乡衢州分站赛圆满结束后，衢州又持续展开了推进围棋六进工程和围棋圣地的品牌推广活动。其中，围棋进校园活动由烂柯棋院携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、柯城区妇联常年免费开展困境儿童及留守儿童围棋培训班，并免费提供儿童心理疏导、作业辅导等，就近设围棋学习基地，在普及棋子文化的基础上选拔围棋苗子，通过围棋六进的相关活动引导全社会关注关爱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，让他们感受温暖，获得自信和荣誉，同时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棋子文化氛围，并将衢州有礼的城市名片通过围棋向全社会传播。另外，为了推进围棋进机关的活动，衢州市委直属机关工委、市体育局联合组织开展围棋文化进机关活动，培养市直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党员、干部、职工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，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，进一步深化和弘扬了衢州的良子文化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的棋局呢是第21届中国阿含铜山杯本赛，快棋赛这个八强战的一盘对局。执黑的呢是杨鼎新，执白的呢是米玉挺。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刘晓光九段。刘老师你好。你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今天给大家介绍这盘棋呢是快棋赛，就是阿含铜山杯，这是一个传统比赛了，八强赛。那两位棋手都是年轻的，都是年轻有为的一线棋手。杨鼎新对米玉挺。对，是的。其实我们看这个阿含铜山杯啊，每年这个决出来的快棋的冠军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要蝉联这个快棋赛的冠军实在不容易，因为再怎么样都要从本赛第一轮32强开始下。你想，如果要蝉联冠军的话，每年都要从32强战一路杀过去的话，基本上蝉联的概率太小了。所以说，是的，现在竞争非常激烈。是的，是的。现在年轻的有些棋手，快棋赛现在，这个你要是能够一直赢下来，相当难度相当大。是的，没错，因为它都是单淘汰，只要你输一盘，你就没有机会再进入下一轮了。好，那我们下面来进入棋局吧。好，这盘棋挺精彩的，好下的。好，黑棋杨鼎新。对，二两，这是常见的一个最近比较多的一个布局。对，是的。尤其拿黑棋，这个最近下的出现次数比较多。这样，然后呢，点33，这个特别多。白棋点了，对。黑棋挡 A。挡这个，对，这个是最近这种布局，堪称一个定式化的了。是要走在这里，对，然后这个这个你要说一定说哪个好，这个要讲起来就布局啊，研究起来就比较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。但是现在都是的确是这么流行的。然后呢，紧接着黑棋也是点33。对，也是点33。对，这个也是都是有谱的，出现过多次，一般都是挡这个，然后爬一个，然后呢，多数是这个，变成了同形也很多，就下成一模一样的，这个也很多，这个非常多。假如说这样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，就是这个非常多，这个下法很多，有这样的下法，但是这盘棋它没有，这盘棋稍微有点变化了，白棋呢直接就搬了连搬，走了一个这样的定式，对，连搬，然后嘛，你既然连搬，黑棋就把这吃掉。一般都是这样吃的。对对对对，现在是都要吃掉，搬了断是不下的。对对对。都是搬了把这吃掉，走成一个这样的简单的定型的定式，这是最近也是这个定式倒是出现多次。以前我觉得这样能够黑棋如果吃掉的，黑棋总是乐意的，但是白棋现在我看也都很多人就这么下。它就简单的定型了，这个地方就不像这个地方呢，接下来还有很多后续的手法。对，这定型了之后呢，这一代的变化就变少了很多。但是黑棋落先手了，落先手，我觉得黑棋落先手呢，它步调快啊，也是一个也可行，可行，也是不错。对，
黑棋落完先手之后再三三八，又点了三三。嗯，现在是流行的说法是见三三就点。这个、对，过去的感觉都是挂一个居多，都是挂。但是新的现在是都是点三三。嗯，你要说它一定哪个好哪个不好，很难说。反正 AI 都是给的指示都是三三居多。嗯，哎，现在流行色了。嗯、对，大家都现在不仅都要会点三三，见新位就点。啊、至于挡哪面，这个说法很多。对，假如说白棋挡那边，挡这边，这肯定是爬。他就是他点三三的意思啊，就是让你看你是挡哪边，嗯，用什么办法，嗯，来定型。看了你走了之后，我再来选择下一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让你先出牌，让你看你挡哪边，嗯，挡了之后不怕你后，我反正我下一步我能够给你，你后事我也能解消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其实你说点三三也是过去觉得很简单，或者以前都觉得这么空，越空的时候就点三三，不合适，给外面都是后势。现在不怕你后，后他又能够有办法给你消掉，这就是现在的理论。所以他点的三三，他最后他是选择这个。对对对。当然你打完这个，当然也有了各种下法不一样。你点完这个，我估计弄完之后他分头，大概是这样。现在他是走这个，嗯。差一个，哎，那个被分头，可能他也是，我觉得黑棋也好下，嗯，又走这个，哎，他也来了个如法炮制，然后也是个来了一个这个定式，哎，我觉得看起来白棋呢，就是这两个局部啊，它都是定型的很简单，就是走两个，对，尽量就把局面就简单化，对，然后接下来我再跟你战，因为米玉婷本来就是以力量著称的，但是一般连扳嘛，就给它吃掉，就打吃掉了，嗯，接上，对。这个没什么变化，哎，但是这样吃，我一直觉得这么能够夸夸抓两个都是先手，黑棋应该说步调挺快的，对，步调还是可以，因为这两个三三等于都先手定型定掉了，哎，哦，然后接下来就还轮到黑棋，还是可以，黑棋你下面的选择就多样化了，你各种的选择，不光是拆呀、拆这面走那面，看你选了，哎，这样你的。也能够先手两个，先手还能再握，应该说布局还是可以。没错。看这个每个人喜好不同啊。那白棋觉得，哎，捞两个角，你既然点了，我捞都把角先捞掉再说。哎，现在该黑棋，黑棋呢他是走那边了，他翻了一个。嗯，在那个角选择，我觉得也是，哎，因为比别的要应该是出击的更主动点吧，直接在那个地方选。选了这一扳，扳呢，它总是要挡的。对。然后呢，这个下一步呢，多数是断。断这个。断这个。这里呢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如果说黑棋不下的话，哎，对。接下来我估计白棋现在断打的可能性比较小吧，刘老师。对对对。对。他如果说断打。断打，他再爬一个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长一个，对。然后再长这个。哎，对对对对。那么黑棋呢，基本上有扳了虎的。哎，对，搬了虎是吧？有搬了虎的，搬了虎一多时候是打一个，他打呢他就怎么拆出去？对，也有下狠的跳在上面这个的，哎，也有这样的，嗯，这个也多数，反正你要作战嘛，黑棋就这么给你作战。对，我觉得黑棋作战不怕，因为这里已经把了朵花等在这儿了。对，这个是布局的定式啊，但是现在是该黑棋下，黑棋他不给你留这个，他先动手，直接先动手，是的，嗯，先动手。搬一个挡住，然后断一个，断一个呢？你要是老实巴交的打吃一个呢，他就打这个。对了，提掉。对你如果是打这个，你提他沾上，那这是黑棋想的理想图，能走到这个外面挺好。他就把你都给封上。是的，这黑棋就想下成这样。嗯，这个局面我觉得黑棋还不错。那对，那就是黑棋如愿了，啊，是的。现在呢，他断的时候，这成为一个定式的了。他就是要打这个，嗯，要打这个，然后黑棋断打，黑棋打这个，提掉，嗯，打吃，变成了一个转换，就是等于是白棋转过来了。对，是的。本来是往那边爬，现在过来这边了，打一个，嗯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个棋啊，也有飞的，也有怎么样的，都有。他现在飞的话，黑棋正常我们看的是飞，但是现在黑棋争子有力，他就可以考虑争掉了。好的话，可能争掉了。争掉了，现在掉了争掉了。所以这个飞呢又不肯飞了。争子不利呢，是黑棋要走这个。对。什么你要搬了，他就打了，弃掉。嗯。弃掉，
这是过去是这样的定式，是吧？啊、哦，如果蒸字不利的话，是要这样的。这个黑棋不要去吃这个，就告诉大家。这个就是说黑棋这么下、对，但是白棋也有不马上走的，这是一种下法啊。嗯。所以现在他一飞能蒸字有利，黑棋这个下法更加有利了。嗯。所以现在呢，白棋走成这样的之后呢，白棋是搬的这个。对。嗯。搬这个。他不想这一颗子直接被蒸掉，对，是的，没错。这样黑棋呢，选择黑棋找了一个这个，对，他先立了一下。这个要一个，这是、个、我觉得先手是不是也损个劫材？反正这个也无所谓，这个、也无所谓。嗯、快棋当中，走一个这个也无妨，这个、定定神儿也可以。然后打一个，这是要打对吧？打一个，那这个要跑出来的，打吃这个，打吃这个，对，打吃这个。打吃这个，这个呢，就是说你跑的肯定不行，我这一路爬回来不行的。对，这被一路这么爬回去绞死了。这个、不行的、这样的下法实际上是黑棋应该说作战呢，感觉上好像还可以，因为那个地方有点接一力了。嗯。感觉上是应该说，喜欢作战的人可能会喜欢黑棋这样的棋。嗯，有一阵儿还挺流行的搬这个，搬这个。然后呢，它飞完了之后，飞这个，对，对，只有飞这个，它就飞这个。这个子是不能跑的，这个告诉大家。对，然后提掉，然后提掉，然后呢，它那个两个子还是要的。对，它那两个子呢也有，就是走这边让你，但是现在被吃掉了，肯定不行。现在不行，现在这个被吃掉是黑棋很好。这个是白棋不行。这不能这样，这得长一个是吧？对对对，这得长，这必须长。这长一个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你要吃白棋，现在吃不到，你只能是攻一攻。哦，对，是这样，刘老师，就是说这个，如果说他不提，他顶一个，那白棋可以跳出去，顶一个，对，顶一个，他可能跳或者长，是吧？这里呢，你吃的，如果要非要你说要这么加呢，吃的反正也不太干净，这人家会跑出来。这个棋啊，他可能对这里面还有跳，再一个呢。白棋是不是还有可能别的下法？白棋啊，白棋不跳这个是吧？顶一个，对，这个这也是一种下法。你要这样的加一个，它有可能会跑出来。如果跑一个，这个比较复杂了。跑这个，他走这个。对，然后他就走这个。他粘上。粘上他单跳，但是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就好像不太成立。对，那个棋这样被夹住就要死了。死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是吧？这边有配合的情况下，可能有点凶险。白棋因为即使冲完了打掉，再立这个的话，气也不太够，看起来。这也是一种下法。这现在应该不太行，他可能走点别的，借用一下。现在黑棋提一个，他是提的，提一个，然后白棋长，白长，他这两个子是立马要跑出来，他不会让你吃掉的，你放心吧。然后黑棋是选的这个飞在这里，攻这个白棋。这个下法应该说白棋啊，他如果攻不着那个白棋，白棋也是能下。他因为他这个是先手，他小尖一个，他不硬的话，白棋接下来是不是马上要立一立这个黑棋就死掉了？是的，这个先手如果能够是先手便宜啊，他实战就是尖了一个，对，便宜啊还是很舒服的，他提了，提掉，这个被白棋便宜不少。现在呢？白棋啊，应该照着的行为挤一下。哦，现在应该挤。应该挤一下，挤一个的话，好像黑棋只有退，只有退，只能这样吧。然后飞一下吧。然后再飞一下。飞一下，这样呢，那几个就是说我往外跑就完了。那现在黑棋还能靠得住他们？靠住是不是？靠不靠？只能这样了吧？就顶了，待会儿准备这有个断点是吧？走别的了，走别的。这样。那这个断点就变得很现实啊，马上要补断的感觉。对，你可能是攻那个白棋，白棋想办法怎么样？但是挤一下呢，应该是说把这个形状走完，交换掉为好。他这个没有挤，没有挤呢，他是实战就是这么下的。他一尖一提一这样的白棋一单飞的，他单飞了。然后黑棋是攻这个，没错。黑棋飞。对，攻这个。攻这个呢，这个棋呢，应该说没有挤，以后有隐患。是这样。我们看实战啊。那么白棋就顺势把这几个子跑过去。对。黑棋贴起来。贴这两个交换是黑棋是必然这么下的。靠出来。靠这个，好，
我说这个隐患呢就有这个有其了。比如说你靠一个，我说隐患呢，你这个没有交换之后呢，黑棋这时候可以搬。哦，搬这个可以搬。嗯，他如果说断，假如说断吧，断，他尖这个。哦，还可以尖一个。对，尖这个，尖这个是要点。因为现在很难搬呢，哎，这挡住被搬一下怎么办？他只能这样，只能搬，对，走这个。他只能粘上。对，哦，好难受，我下的。然后呢？黑棋团这个。我觉得白棋太难受了。因为你这个你受不了，这一下要死了，哎，这个不行，所以你得补啊。得飞出来吧？飞出来，对。走一个。然后他长出来。哦，那这边倒是没死，这边也差不多了，去看。这样呢，就是黑棋作战是可以的。可以这么站，因为所以说他要先挤掉就没有这个。现在呢，他有黑棋有这个尖的这个杀手锏，哦，可以搬进来，但是这个快棋啊，当时可能都没反应过来，这算不了那么远呢。快棋，这一尖，这好像没有想到，一下子好像要白棋的命了，这感觉。是，所以那个这快棋呢，没有这个感觉，所以呢，他是退的，他是实战就退的，实战退的就没有，如果搬这个比较狠，能成立的。现在呢，白棋就缓过气儿来了，缓白棋走什么？白棋跳了一个，跳这个，可能应该跳大一点，跑得远一点，大概呢，黑棋可能走这个，那么白棋呢，既然这样，它可以在这儿搭个小房子吧，对，就是你搬一个，你走一个，我就在这儿活了就行了。这样呢就应该说白棋的还算走得比较顺畅了。白棋应该这么想。对，那先把这块处理好了，处理好，然后在那边再怎么动手，再刚才黑棋有一个反击的机会没有抓住之后呢，白棋应该是就顺畅了。他是走的这个，他跳了一个，搬一个，对，搬一个，这个立很厉害，是吧？对，这马上要立了，所以必须得。这印法也有很多种，他有走这个的，也有走这个，也有单棋的，也有跳的。跳这个，哎，也有跳的，哦，跳呢，跳呢，下一步因为这一走就封进来了。跳一个好像少见一些，刘老师。跳一个，不，现在，就是，可能跟有这个跳的关系，所以他现在有可能跳。哎，对，跳一个能抢先手的话也是可以的。是的，哎，可能跳一个还是可以。跳一个，你补哪个走？你也很累，你又不走的，我这一跳就进来了。是吧？这个形状比较好。哎，它是提的，提呢稍微太稳当了，太稳当了。它这个虽然是很干净，但是没有跳啊，那个位置好。可能这种地方他们都已经形成习惯了，就觉得人家一般都是硬立啊，或者尖或者提掉。对，他说你要没有长，干脆我就给你提干净。我就提干净，一点借用都没有。对，现在黑棋呢，把这个靠住了。靠住了。对。靠住当然是非常厉害的一步棋，因为你这个棋啊，你搬不得，搬了这我这一段那块棋没有，脚死了，这不行。你要这样被我一打一爬就死了，死掉了。对，这一爬就死了。你顶一个我就接上就行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呢，你那个脚被吃掉受不了。那太大了，这所以呢，你这个靠非常有杀伤力。你只能忍耐，它是顶的，是吧？顶一个，只能忍耐，挡住，对，然后这个时间段再挤，他应该先走掉，早先，哎，对对对，早先，对对对，飞之前就应该挤掉，应该挤掉，现在挤，那是这个时候也挤是必须的，因为这个形状在这里，是挤一个呢，让黑棋补，黑棋看你补在什么地方，黑棋它是并的一个，它是并了一个，对，是的，并在这里。它这个棋形呢，很想顶在这儿，但是顶在这儿，这外面断点是不是味道太饿了？这个有个断，这里有个断，你说的，这个断的味道很饿。这马上就这个打完了，这儿有个断出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可能不行，这个顶了被断了受不了。那你说我要补这个断，补这个断，问题是这一扳你也受不了。这个也是不行。这个扳走什么不能走，是的，走不动了，走不动，所以他只能忍耐。这杨鼎新他是只能是走这个了，走在这儿，然后
白棋飞了一下，对，飞这个，对，这个也是要点，因为你本来你欠着棋呢，你本来是本手或者这个或者这个要走棋的，对对对，这样被我扣进来啊，你马上死活问题了，嗯，哎，这个非常大，但这个大呢，就是说做黑棋的硬的手啊，可能有点问题，黑棋是直接粘上，对，哎，直接粘上白棋退，这个白棋如愿了。那您觉得他应该下哪儿？他应该靠一个哦，增加味道，给他留点哎，留味道在这边。对，你是只有冲。假如说这样，哎，只有这个，你断了被我这，你冲这个不行，只有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就是说你不管蒸，蒸得掉蒸不掉，先不说，你就算蒸肯定是没蒸掉。哎，那我就爬一个，你这插一手棋，我以后这明显是要尝出来的。我以后我有尝了。对啊。所以说要给对方增加点困难比较好，嗯，这一爬我那个基本上也活了，没错，哎，现在呢他是走这个被退了之后呢他再爬，嗯，白棋的形状会厚一些，厚了很多，对吧，刚才本来是有味道的，现在呢它没什么味道，现在白棋这块棋已经处理好了，哎，处理好了，但是处理好就算处理好呢，白棋呢应该是继续走，嗯，应该就应该搬，然后看黑棋怎么活，考验他一下，考验他。你如果是我活是没问题啊，你说我这样活，好，我虎一个，你再去走一个，那我就高兴了。确实活了三目棋，我把你先逼到两个眼，然后我走后了，然后再走别的。对，应该先逼迫一下黑棋。如果你说那我往外拱这个，嗯，那你就是说我搬了你往外拱，那这个有可能损。对，有可能损棋，待会他搬住还是得回去吧，或者是让一个，怎么这都可以，反正我你都跟着走，哎，你先看你一眼，我搬哪怕交换一下我再走别的都可以，嗯，而且我还有连搬，这都可以，是的，哎，让你黑棋很难过，嗯，所以应该要走，如果你要这么老实这么去走了我就高兴了，所以应该先看一下，嗯，这个时候呢可能快棋啊还想保留怎么样，那个，嗯，这个迷城他就脱先了，没错，这个脱先不好，脱先不好，嗯，他是走的什么，他是走的这个，他拆了一个，拆这个，是的是的，哎，嗯，这个呢就给黑棋缓气了，你本来搬一个我觉得黑棋还有点这个为难，不知道是往外拱呢还是做活呢，嗯，他得选一下，哎，对，是吧，要选，那你现在他走到这个之后，那黑棋呢就直接搬上来了，搬上来，你既然走了，他搬上，你可以，你要有能力脱先，那可以。但是这个脱先，接下来黑棋这一带那受不了，这尖一个，这几个子快掉了。所以说呢，你这个棋就应该跟着走。是的，是的。你不能脱先，那当然必须要搬是吧？嗯。现在他一看又不能脱先，那只能是跟着走。护住。哎，护住。那么黑棋顶，那还得继续跟着挡。还得挡住。哎，这两个交换之后啊，黑棋也不会去再走了，嗯，黑棋脱先了，他先时候就算活了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时候立啊，他就一叫啊，就是已经是活棋了。那两边两个眼都给你码得好好的。哎，都活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他不如你刚才搬呢，让他难受那个。现在呢，他这么活呢，黑棋这么活，他也就也算满意了。嗯，因为以后啊，你这个棋他还留一个扳的。哦，还有一些味道，是吧？这块棋突然发现不是那么厚，这个扳也是个好棋啊，这不也是一个一个要点的，啊，扳，一个那搞得白棋也难过啊。所以这下其实差很多，哎，应该扳，对对 对, 对，应该扳。这个走完了以后，以为自己的棋很厚了，但其实呢，被将来一扳的话，这块棋其实没什么眼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你会发现从这边连还不一定连得上。对了，这个棋，嗯，白棋这个地方手稍微松了一点。嗯，本来这个白棋要继续走的话，白棋这个棋啊，仍然攻得黑棋很难过。现在呢，就是说黑棋缓过来气来之后呢，没错，他先手走完之后，他脱先了。嗯，对，脱先了。我只能说杨鼎新还是下得很清楚，他知道这个地方这个扳很重要，所以人家一脱先他赶紧就走掉了。对，嗯，这个棋白棋这个稍微的有这个地方是落伍一点，这个稍微松了一下，嗯，然后该这个棋是黑棋先扳一个，也是让黑棋考验一下黑棋，考验一下白棋啊，嗯，考验一下，这个必须要硬啊，嗯，是吧，哎，他是硬的这个，实际上是双一个，可能是比较本手，双一个，嗯，
双一个呢就活干净拉倒了。哦，这活的都很清楚。哎，活干净拉倒。嗯，哎，这个呢，它是走它弯了一下，弯了一个，嗯，弯了一个呢，以后还有点这个讨厌，点一个也很讨厌，反正。点这个的话，那白棋大概只能唬住吧。只能唬住，对。要不然挡这个被爬回去，不是要死了吗？已经打劫杀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。嗯嗯，那这样就是说，白棋留着以后啊，以后反正这个先手啊，嗯，还有怎么各种先手，它有种种先手是吧？嗯，实战我们看看啊。哦，实战他走的这个，他先走掉了，先走掉了，可能是不是应该保留一下，感觉会比较好。不，要么就应该点掉算了，点这个是吧？点掉啊，那就白棋走一个，然后将来可以再走这个，再走这个也可以，再走这个是就是先手，大概必须先手，因为不走我这一跑你就走完了，是的，一走你吃我一沾，这就死了，就走这个被一扳死了，对你走这个被打吃死了，所以点一个再走也可以，他是单走的。单走，单走呢，就白棋就打能打在这里。没错，这个打在这里，这里一个能打了，打了为什么呢？你现在黑棋可以粘，粘上是先手，粘上是先手，但他问题为什么是先手呢？这因为不走这一点死了。哦，他不管你打不打，他都死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走在这儿打谁？走这个的，对你走这个，他就有一个挤。先手挤掉，然后把这个眼一破，你就死了。但是呢，你是这样哈，嗯，你如果粘好，如果粘，我打吃你粘上，嗯，我白棋走在这里是可以。对，他可以补在这儿，紧在这里。你这个棋点了，我粘上，你帮我就活。嗯。然后呢，关键下一步我这个断是要命的。嗯。这时候几乎差一手棋了。对，因为你走在这里，我这一断，这个棋就麻烦了。为什么你争不掉我？嗯，争不掉我。然后你走这个也是，这味道太恶了。是的。所以呢，嗯，所以说这个棋应该先点松着气为好，就不要把这口气哎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正解是应该走这个，走这个，嗯，哎，走这个，你立一个，我再走别的，这样松着气，你看松着好几气，这个断的不严厉，嗯，你断了，我甚至打了可以夹死你，嗯，都没关系，哎，这个不怕，嗯，好，我们看实战啊，他是这样打吃，他是搬完了之后后一个，嗯，黑棋走这个，对，白棋走这儿，对，那么这棋下到这儿了，哎。我们刚才说呢，黑棋就是粘上的话，白棋它可以团紧它一气，所以将来这个外面这个断点就变得非常严厉。是。所以呢，黑棋它不一定会粘上。那么不粘的话，它会下哪儿呢？对。我们给大家留点悬念吧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见。好的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，是第21届中国阿韩铜山杯本赛八强赛的比赛，是由杨鼎新执黑对米玉挺。刚才呢，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刚才黑棋刚刚团了一个白棋一拐打，这个是现在呢，嗯，就是白棋那个，就活了。对，必须打一个才能活。然后呢，现在黑棋面临着是怎么选择了？如果粘上被一打一团呢，紧着气，嗯，中间这个断受不了。嗯，这个现在呢，黑棋呢最后采用了什么呢？他是脱先了，他不走了，不走了，先放着，他是拆二，这个特别大。是的，当然这个大。嗯，你看，如果白棋拆了之后，这个地方有点，有靠三三，有点都有，但是这个呢非常大的一步棋。现在既然你拆了之后，下面的情况啊。就是这个断呢就缓解了，没什么，不怕，对。但是呢，这个棋呢，你就是说白棋它是，先既然不粘，它我提一下就提了，嗯，这个棋下的，就是说你，你不粘我提呢，干脆我把这个也活尽了，看你这个里面，关键是里面的以后有没有棋的问题。嗯，棋呢，这个棋黑棋跳是必然的。嗯，他不会去投一个怎么跳是本行啊。对，现在就下成这样。嗯，下面倒是留给的课题啊，主要是这一块的它的进入的问题。这个地方黑棋这么大，如果都是你的空，我觉得白棋不满意，就失败了。嗯，这里面脚上怎么掏？他反正是要掏你一下，看掏成什么样的。该掏成什么样，这个是一个学问，这个是个那个。比如说刘老师，我想
我能不能靠个三三？靠个三三，对，靠三三，大概啊，可能是搬一个。那么我断一个？嗯，断一个。是不是可以考虑下山？可以那个什么，断这个。嗯，断这个呢？它比如说是正常是或者打吃。打吃，那我就长吧。长。嗯。长那个啊。好。嗯。但我脚上直接做活，我可能不太肯，我觉得。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但这样就做活吗？还是打这个？打这个他提，反正就是你有个脚活是吗？反正就是活个脚的问题。对，如果是这样，如果是这样的活的话，你也可以考虑打一个，打这个。打这个，这样。对对对，哦、也可以这样。哦，这样稍微活得舒服一点。好哎，对对对对、哦。但是也都有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人家打了力啊什么之类的，比如说这样硬杀。哎，对。哦。哎，我的第一感是这样。哦，这个够狠的。哎，对，够强的。哎，这个都是有可能的。嗯。那这个棋呢，就各种选择都是摆在你面前，让你不知道往哪儿选。你这靠三三是最简单的，也是厉害，嗯、也有点这个的。点在这儿。哎，也有点这个的。哦、哎，你比如说你挡，我再靠。啊、哦。哎，或者你走这个，我再靠，也有这样的，哦、是吧？这样呢，可能活的面更大，或者想多活一点，是吧？这个也可以考虑一下。活得更舒服一些。哎，对对对对。但是这个黑棋它是不是要下点狠手？因为我觉得它这儿已经有一个二路子了，嗯、哦，它是不是要下点狠的感觉？白棋要不要下得狠的？对，白棋。我就想着这一代它黑棋的印法会不会比较狠？这个是可以考虑、啊。嗯。现在最狠的是什么啊？最狠的是白棋啊，是都不走啊，在这个地方靠一个。靠这个，靠这个，先看一看黑棋怎么走。因为这地方有渡过，这里有搬，你走什么？考验他一下。哎，考验你这个，你不好意思，对吧？嗯、这一搬是吧？大概是这个。对。我再来这个。这是还被借用到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这样的话，就是考验一下黑棋，这个可以考虑一下。嗯嗯，这个呢，里面有很多的未定因素。嗯嗯，这个呢。就黑棋就为难一点，这个好像如果说黑棋应在这儿的话，哎，待会儿而且有这个打一拖三三，好像很容易活。你如果这么硬的话，我的选择就也比较多，就会多一些，多一点，嗯，很容易活棋这个叫、哎、也有各种的选择，你呢你再靠的话都不一样了，嗯，这可以就是说靠在这里是。这个也是后来是 AI 给的提示，AI 这确实好像一般人不容易想到这儿直接走这个。AI 的提示说，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先出击考验一下黑棋，的确是非常厉害。一般我们都可能想不到这种，不太容易往这儿想。他实战走的什么？他实战走的是他点了一个小木的位置，这个也是特别容易想到的一点。啊，对，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棋形，经常是套在这儿的。走完了之后有二路小尖，也有拖这个的。哎，对，嗯，他是走的这个是吧？对，这个挡了，挡这个嘛。嗯，哎，这个比较对、啊，应该说这个也是很厉害的。对，他是选的这个。那么下一步看看这个米一婷，他是想着，其实这个时候还是这个也是很厉害，也是还是这招是吧？哎，也很厉害的。嗯。这个其他是走的什么呢？他是实战啊，嗯、实战他是拖了一下，拖的，他拖的，拖的这个，他是走的这儿，不是点的，他是走的这儿，嗯，点的一个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走这儿的话，他有没有会担心人家直接给他扎到这儿去？知道扎啊。如果说挡在上面的话，我觉得拖了连扳，这已经杀不掉。对，感觉不太容易杀。不太容易杀，是。他这个。这个是最普通的，嗯，那么这个被点了这个之后，他拖的这个，他走的这个，怎么想的啊？那如果走这个，出手的地方有点难以预料。还想走这个吗？也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可能他的感觉是应该靠在这儿，应该在这里啊。他是走的这个，你看他还是靠这个，对，是的。实际上这个棋还是尖一个好，还是尖一个，尖在这儿好像黑棋挺为难的，尖一个。这黑棋怎么硬啊？他要阻度吧，这不能让他度过，这强让他度过，这不应该是这样，这太成功了。应该尖一个是，估计得阻度。嗯，但阻度阻在哪儿也，阻在这儿背虎好难受，我觉得。不会，他可能会就只能弃掉之类的，或者这样可能。哦。如果这样背虎一个受不了这个。是啊，这背虎一个怎么硬啊？这个、受不了，这个要硬杀可能很危险。嗯。那么这个棋呢，他们下的都。非常强硬，这个是本金，他走的是靠一个，是吧？
对，他走的靠。靠一个呢，这个棋呢被他一长啊，他是长的，这是个，因为现在黑棋不会去走这个了。对，这个不能走了。对，哎，这被糊起来，好像逃出去很容易，这就往外走了。嗯，哎，那么走别的这个也不可能，他所以走这个。这个呢，就是说你如果虎一个，这个时候啊，如果渡过呢，他就给你了，哎，他是实战这一长啊，再走啊就差异很多。嗯嗯。实战走成这样之后呢，白棋下面，他先点的这个。这个棋呢，这个棋就稍微的强硬了。嗯。走在这个地方。逼迫黑棋就只有在吃，他不可能硬这个或者硬这个。对对对对。哎，你想再便宜点，不会的。啊，这绝对不行。如果你硬这个，他可能就这样。啊，这一虎就回去了。所以这个棋呢，本手应该走这个。靠压算了，靠压算了，靠压算了。哎，这个呢，你也不会虎了，或者被我虎这个。嗯。你大概会最强是这个，对吧？嗯。最强这个，我大概走这个，粘住。那么我一粘。你最强的是把它吃掉，哦，哎，这样呢，就算了。嗯，这个这样呢是白棋围这面，这个棋呢慢慢下，嗯，应该说还是一盘棋，嗯，慢慢下，大概两分棋，慢慢的，大家拼官子就是棋。嗯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白棋因为那个地方几手交换，已经觉得有点不忍心了，可能有可能损，所以呢想再用强再便宜一下，在那从这儿再溜回去，不管硬没的，黑棋这个时候，那就这一下子把你收进来之后呢，使得白棋只有在这里找活路了，因为这个你损的了，这个棋已经损了。没错。哎，只有在这个地方再找，但是你在这个地方找啊，很辛苦。他如果说还是这样简单的就被吃掉的话，那白棋那下就损的太多了。哎，对了，主要是觉得，而且这一下走完了之后，这个子。不像刚才那样靠压就挡了，这儿还能围。待会儿人家打进来是要攻击你的，这是完全两回事了，已经是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就不一样了。现在这个棋啊，这个他们就开始要对杀大龙了。这当然这个棋啊，就是快棋。嗯。这个像这种对杀大龙的时候，尤其是快棋啊，就是说，就是做活的一方稍的，应该说，又怕来不及。来不及算，稍稍的不太有利。哦，应该做活的一方啊。主要是我觉得黑棋太厚了，它不太容易活。我们看实战，看实战，它粘了一下，粘了一下。嗯，但是这个粘呢，一就把自己的路也断了。对，这个黑棋就已经横下一条心了，要杀他了。本来你还有这个，对，你就说我走这个，我能够度过。对对对。大概这样，是吧？嗯，我能这样，度过，能回家点，但是呢，你现在这一粘呢，黑棋也是必然是粘，这个棋就没有度过了。是的，你只有在这个地方求生存了。嗯，求生存的眼位在哪里？你要得有办法了。现在黑棋白棋走这个，嗯，是吧？横下一条心了，两个人都已经没有退路了。那只有我你死我活，真是白黑棋扳住。那在这个地方求活，但是这个棋呢，在这个地方活啊，如果不是进活的话，都很辛苦。嗯，就算打劫也辛苦。嗯，这个地方看着路数啊也比较少，就白棋要想想办法了。白棋是扳了虎的。白棋啊，这个扳这个。嗯，他是先虎了一个，先虎了一个。被打这个，对，是的。这个棋呢，虎这个打这个呢，打劫当然是也是一个下法啊。没错。白棋还有一种下法是什么呢？先虎这个。单虎。单虎。单虎的话，那总要扳过吧？总扳过。嗯，扳过。那么我再扳这个，你肯定扳这个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那您就打吃吗？还是怎么着？要扳下来。这个棋呢，再打劫可能会。好一点，嗯，还有啊，以后啊，我这个地方有个单扳，有个单扳，嗯嗯，还有走这个，本来是这个打劫呢，以后可能劫财啊各方面是不一样，哦，你如果这个时候虎啊，它有一个，你比如说要杀我的时候啊，比如说爬着杀我的时候，嗯，我这有一个单扳下来，单扳，嗯，
单斑单斑好像黑棋不太容易杀得掉了，这样有一个这个吃啊，这样要活了，哎，要活，嗯，哎，这个地方变化很复杂，很复杂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实战啊，先看实战，搬了虎，然后大吃，大吃，嗯，白棋，白棋先虎了一下，先虎一下，嗯，黑棋很。贴在这儿了，贴在这里，他不是跟着你硬的，在这儿。对，我是其实我一直挺担心白棋会从这儿钻两下。如果钻，他粘这个，粘上。如果说白棋，比如说长一个，我还没看清他一下子怎么是照的。他要封你，怎么个照法？就是可能不太容易跑。嗯，再搬一个。对。连搬就把你摁在里面，就把它摁住，哎，对，是吧？就是这样。反正我就是要吃你了，哎，对，没什么好商量的，是是。他可能就是什么这个手段了，就是把你摁进去，就必须要杀你。嗯，这样呢，边走边打劫，这样也可以。对，或者说啊，还有这样，你多来一个，这样，吼一下，多一个那个什么。这样是不是容易跑一点？这样呢，就是稍微给他一个头绪多一点。其实刚才你那样扳住我，我打了挖出去，他必然是有点看不清，看不清，但是他是必须要谈，反正他就必杀你了，必杀你，也不用谈了，就是，这样可能，你可能是这样，比如说这样哈，这个再做这个劫，做这个劫，边打劫，比如说边打劫，然后边往外走，这样比较好，对，边打劫边走。这个白棋这么下呢，可能胜算比较好。胜算，因为它断点很多啊，是吧？好，实战呢，他没走，他这个断不是他这个虎啊，可能也不太好，被他贴在这里。对，他贴在这儿，这边太铁了。你只有这条路再往外走了，跑不出去。这条路啊，应该说这条路不太好，因为他撞到他的棍子上了。没路。哎，对，而且这个棋还是这样的棋。白棋这领了可能是有问题的。然后他打上去了。打上去了。好，那打劫啊，这两个交换是恶手，他应该打劫的时机稍微差点。他是不是有点担心？他如果干前面打上去再虎这个的话，人家有可能给他抓了。那是有可能，所以他要先拐了走一串，然后再做劫。是是是，先走两步再做劫最好。因为人家抓到这儿之后，你这都是断着的，你即使往这儿跑出去也不解决问题。就不要应该虎，不应该虎，应该虎这个，不应该虎这个，应该拐这个。虎的地方不对是吧？这个棋走成这样之后啊。黑棋这个提这个劫，白棋看白棋走着找劫，在这找劫立了一个，立了一个。这个找劫应该打这个劫，找这个劫，应该找这个劫。你不走，我这一提不是都要杀你了吗？这样的话是，这样的话就是说，走这儿，再走两个劫，两个劫才。然后他还不能乱走，如果他提掉，他会尖，还容易下成打劫杀。是，在这一扑，你不能这样团吧？这团太委屈了。应该这样。应该这样，大概只能立一个。那劫财很多，劫财一，劫财也很多。这一二三四四个劫，哎，对，应该这找这个劫，应该多送一个好。四个劫财，他是单立的，他不走，他可能恰进去，直接杀，直接杀，对，直接杀这个，肯定是这样。他硬了这个，硬这个了，是，硬住，然后提劫，提劫，对，黑棋找了一个这个劫，对。这个劫好像是没办法，这个爬过来这个太大了，如果提了这个爬过来受不了。这个主要是这外面全飘的了，不行。所以呢这个硬了，然后黑棋提，白棋找劫，他是贴一个，对，贴这个，贴这个嘛，这一打一搬他受不了，所以他必须搬，然后再提，是吧？是的。然后白棋小尖了吧？不该黑棋。现在该黑棋找劫，黑棋搬了一个，搬这个。对，然后他虎一个，他这下打都不打。是找这个劫财啊？他是走那个。多找那个劫财。然后再小尖。这个劫有点那什么了，白棋就小了是吧？你觉得小了？但是这个时候。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劫财呢？这是个劫，挺为难。断打是吧？断打。断打的话，他已经先进去了，就是说。那这只有这样。然后我这个是不是可以粘上？粘上有个扳下来。那好吧。这样他可能这样。他就弯一个。弯一个。是，我觉得好像那儿是可以硬一个，因为硬一个即使提掉他也没活。他就是
一拐，这没活，就插进去就完了。不，有个飞，对，没有活，一冲飞了就没活。冲也可以，反正它怎么都没活。冲一个，哎，对，也行，都是没活的。这个没活啊，是没有活。冲完了，即使接上，然后就把这个眼掐了就完了。而且气，白气气很紧。对，你团这个它就死定了、哦、啊！哎，这个没有活，这个棋它就硬杀你了。好，现在呢，他也没有打吃。这白棋真是艰难，就发现直接打赢了，提掉了，他也还是不活这块棋。虎一个有问题。啊、虎一个有问题，这个力也应该打这个。嗯。现在他要那个劫，现在他尖了一个。但这个棋，这个劫在黑棋手里，黑棋手里，黑棋手里，黑棋就把他抓掉了。掉了他觉得这样还不错。那个被弃掉，对。但是呢，黑棋呢现在很厚，嗯，关键是他能抢一个先手，他走在这里。对。你说那个，这时候那个吃掉就给了，嗯。但这面如果全是黑棋的话，这个棋还是黑的好。那肯定。黑的好。这棋呢是这样，就是说经过转换之后呢，白棋吃了一块，嗯，这目数也不小，对。但是呢，这棋整体的局面，因为那里黑棋的目太大了，再加上有一个先手在这儿，黑棋局面肯定是领先。但是它领先呢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就是说，并没有是说盘面几十目了，没有那么多。所以呢，其实也是松不得的，我们看他们接下去怎么下，就黑棋走在这儿之后呢，白棋肯定接下去也是要搅的，不是说你这快棋没有那么好赢的。是啊，嗯，这个棋，他这个棋呢是想这样，他是打的这个。对。当然你普通跳跳当然也可以。走走啊，这是这个没问题，但是这个拉拉长比较松了、啊。对。他打了之后呢，他是可能是想什么呢？长一个。或者利用，想怎么利用？是的，是的。不管是往外走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，他是在琢磨这个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棋啊，他不是长，而是把他送进来了。是，这个太厉害了。这一下的话，白棋就没有退了。哎，对。你打了下，你就全死进去了。他早知道他可能他这样，但是这样形势不好。是。哎，这个棋呢，白棋肯定要差一点。哎，他是走的这个啊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他不给你利用，他也不长了，他什么，他直接就给你闷进来，这个是他可能万万没想到，把你要全部提了都给你提没关系，他要全部吃你，嗯，这个是太厉害了，他这儿要一个搬一个，他这个挡住反搬，嗯，这个棋呢倒是白棋的眼位啊。你没有明显的两个眼，嗯，你现在呢？如果在这做眼呢，是很辛苦。你只有往外走，对，往外走。而且你会发现，这种地方你本来以为先手，但是你走一个，人家可以不挡了。对，人家杀你的时候，你走那个，我就破你上面的眼就行了。我左边是活的，右边我可以把你那个子断的子吃掉就行了。对，往外走呢，那你只有尖这个。嗯，因为你搬靠的话，我都搬断了，是吧？是的。哎，那尖，你走这个，再贴一个。他呢，这个棋啊，还是加了一个。嗯，这个棋应该说还是从这个算落，因为黑棋这个地方这个比较厚，他真的是路不多。没路。路不多。这个接一个，人家接一个先手，把你照到处就行了。应该说黑棋的胜面大。是的，是的。还有胜面大。嗯。哎，啊，实战我们看啊，他实际上断一个，可能还。有点变数，但是也是应该说黑棋要赢，黑棋可能要能把它吃掉。他走这个，来了一个狠的，他走这个。嗯。然后呢，他是这个是吧？对。在长，闷杀。他这儿断了一个。断一个。嗯，对。那我断我就虎一个。没有用，他说你这个地方。扑一个。对，扑一个。扑了一下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想紧进气吗？我也没看懂他什么意思。也没有用。啊，这个时候就属于有点在挣扎了。打吃，他就黑棋看得很清楚，他就粘上。你这全是双焦石，你粘这个，人家一打这儿一冲，你全死的。比如说粘这个的话，这一打一粘一冲，这也是死的。反正这怎么都是连不上的形状。一冲这个死了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不可以。你粘这个呢也没用，他一吃也没用。要粘上也就拐冲就行了。所以这他只有粘了。对，粘一个，然后黑棋往外面一跳。他这个太狠了，这个太狠了。要求全部吃掉，一个都不留。这个当然也行，但是这个他是非常狠的，他冲，挡住，对，他是走的这个。断了一下，断一个，长，长，看得很清楚。他说你那儿断了没有用，
这个棋呢，就是说你断这个，他长这个，你如果贴不死，你关键贴啊，他能够侯一个。对，是的。他抓不死他。嗯。这个他只要回家连回来就行了。哦，你看这。你如果贴这个，他能够跳出来就完了。是的。好，那么他实战走的什么呢？哎呀，真是动杀手。下手了，下狠手了。人家下狠手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他虎在这儿，他让你外面一点对是、啊、他你也不跟着走，要跟着走他还有别的那个，他紧着气啊，有可能活。他这个虎，他刚才白棋这个团先手，对 对。现在你这团也团不着，你这两个眼就只有一个针眼，反正是。是他走这个拐下来，他并这个，走这个。尖。他这个算得很清楚。再挤一个，走这个。爬一个。再长。长一个。对，这个是他算得很清楚，贴个好，我在上面闷死你，让你一点棋都没有，这个、直接就给你闷死，闷杀，这底下差不止一气。然后呢，这个刚才说了，这个都没有用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地方看有没有用，打吃一个。打吃，他是粘上了，他就粘上了，他觉得你什么棋都没有，粘上了。啊、哦。然后立了一下。立这个。他掐一个，就把你眼全给掐掉。那我扑一个有没有用？踢掉。再击打。他就团一个。团这个。其实团一个，团不团都一样。啊，这一个眼不够啊，一个眼不够。反正就是没有用。他就把这个吃掉也行。走这个。走这个，是吧？他走这个，这就死了。对。这就死了，因为走这个他就提掉就行了。他是走在这儿的，他打在这儿。哦，打在这儿，多走这个。如果他立，他就打这个。对对对对，反正怎么都是没有用。哦、那个眼还是个后手眼，这儿也是个后，这还不是眼。如果走这个一吃，就回。那走到这个时候，他就认输了，全部被杀。这全部被吃掉了。这个棋呢，就是说，最后的是，迷亭被杨鼎新全部给杀死了。最后呢。这个杨鼎新中盘获胜，这盘棋这个真是杀大龙，下得很好啊。我觉得黑棋这个闷杀他，尤其是这个打吃，体现了杨鼎新卓越的杀力，我觉得。因为当时快棋如果说这样下的话，还是需要至少是勇气，然后还是需要一定的算路啊。所以这盘棋呢，杨鼎新应该说赢得很漂亮。好，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，谢谢您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